好，感谢，好，感谢，感谢。我是吴明基哦。即摆我再来看我真正是这个古早的这个战友啦吼。因为我是1964年来美国，所以今年我就第55年啦吼。老伙仔出来做负责这个乌美 USA 的主席的原因真简单，因为是顾着咱的少年的啦吼。因为咱这少年呢，可能甲40年前较无同款，因为因三四十岁，因爱顾家己的这个事业，互因的 career。第二呢，因嘛爱顾好顾囝嘛吼，家庭。第三呢，因阁有一个，我以前敢若较无去注意到的代志，就是讲因的爸母。我以前出来就拢咧溜溜去啊，就拢吼，因即摆因为咱甲台湾也是足接近的，所以吼，因可能就是有哪事即个负担啦吼，所以这是我出来的原因。我出来毋是讲，即个老尾仔要我出来担即款担担，我上届大的一个即个叫做意愿，就是讲看会当甲。伫美国遮个少年呢，因为即摆少年呢，袂少人不只啊强个即个意识，吼、哦，所以希望讲，会当来甲因招遮人，上少无上少啦吼，上少无会当来代替遮个老伙仔来继续咱即个叫做国民建国即个代志。我拢无啥物好个意见啥，我敢若有一个 slogan 吼，敢若一个理念，就是讲。独立建国是咱台湾人唯一的出路啦吼！有这个力量，真正需要少年的。咱即摆看了伫遮无看，伊个人啊，伊个人个即是这个吴兆峰哦，伊是这个台湾人民洛杉矶支部的负责人啊，伊吼是有哪真无闲，啊就是。伊个经营就像我拄则甲你讲，我咧体谅少年个人吼，个迄个原因啦，所以我愿意用我上较大力量来介帮忙遮少年个吼，看伊会当徛起来，啊来取代老伙仔遮，啊毋若安尼咧，当然咱上介重要是咱目前台湾个经营。老实讲，你讲遮咱无论拄则发展发生，无一定讲有法度影响台湾遐尼大啦吼。但是一个真重要诶，一个真重要诶物件，就是讲台湾诶这个独立建国是台湾人民诶出路，这个理念呢，一定爱传落来，一定爱传落来。所以咱一届选举有较差，上较少，后届可能会较赢输啊。不过无管咱怎，咱这个理念若是无坚持落去算诶，咱可能无法达到咱那个出头天。所以多谢各位哦，好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努力嘛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